消防队员头戴安全帽，带着大批的装备绳索，用手电筒照明。因为有名女子跌落50米的边坡，受困在下面，要赶紧合力将她救上来。过程中，受困女子还不断发出哀嚎，看起来相当痛苦。带你来看现场画面。好，好，头部外伤，意识清楚。现场人员以绳索将患者拖拉至步道，后续由救护车送往圣马医院。23号警消获报，阿里山乡北峡山林道附近有一名年约65岁的女性登山客不慎跌落边坡，消防队员随即上山抢救，好在女子意识清楚，立刻送往医院。